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，我是千瑞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 Saramonte Subaru 车行，给大家继续介绍 Saramonte Subaru 车行的 Ascent 这款车。在上一期的节目中，我们粗略的为大家介绍了 Ascent 这款车，而且介绍了 Subaru 车行的华人销售团队。这一期我们将继续了解 Ascent 这款车。Ascent 这款车呢，有五种配置，分别是 Base、Prime、Owner's Edition、Limited 和 Touring 版本。Subaru Ascent 在2022年新出了一个版本，叫 Owner's Edition， 这就是这款车。Owner's Edition 是2022年的新版车型，是气派的深色家用 SUV， 光泽的外饰采用黑色饰边、色调和标志。包括独特的前格栅、水晶黑二氧化锡侧镜和后车顶扰流板，并一直延伸到舒适的驾驶舱，其中配置耐用的 StarTex 内饰彰显独特的品味。这款车呢，有20寸合金的亮黑色轮毂，而且它的外观整体感觉的是优雅大方，而且非常有动感。标准20寸合金车轮整体为亮黑色，整体外观既动感又优雅大气。Ascent Onyx Edition 有着精致且舒适的内饰，使用纹理材质的高品质材料和亮黑饰边，包括转向盘外挂程式和换挡杆。标准加热转向盘可以在寒冷的天气增加舒适感。标准的电动后门还有带 Ascent Onyx Edition 标志的地垫。舒适且耐磨的灰色 StarTex 内饰有银色对比色缝线，为驾驶舱营造出既富吸引力又沉稳的气氛，同时也经得起各种考验。同样都是 Subaru 家族嘛，所以 Ascent 也同样配备了 iSight 驾驶辅助系统、预警式刹车、自适应巡航控制、全方位意识技术，以及 Subaru Starlink 安全及保安系统等等。 iSight 驾驶辅助系统能帮助您驾驶时留意路况，可在每次旅途中保护您和家人的安全。例如 iSight 可使追尾碰撞造成的伤害减少高达 85%， 预警式自动刹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提醒您并全力刹车，帮您避免或减少前车碰撞。预警式油门管理还可以降低引擎的功率，可以尽量减少碰撞力和前车碰撞的损害和前车碰撞的损坏。IIHS 的一份研究显示， Subaru iSight 驾驶辅助技术可将行人相关伤害的发生率降低至 35%。 全方位意识技术包括盲点监测系统，就是在监测到您盲点位置有车时，透过两个侧镜发出视觉警告。后方交叉车流警报就是在您倒车时提醒您有车流从侧面接近，还配备倒车自动刹车，在您倒车时可以自动停车以避免碰撞。另外有一个180度前置摄像头，可帮助您确认前方道路的安全性和清晰度。智慧型后视镜有专用摄像头，即使后备箱装满行李也可以确认后方的交通情况，同时有标准后视摄像头为倒车提供更多的安全性。在安全方面也无可挑剔。俗话说，百闻不如一见，百见不如一试。欢迎大家来到 Saramonte Subaru 车行来进行试驾。这里的华人销售将为您提供国语、粤语和英语的全方位服务。我叫 Steven， 我在这里工作了6年了。我是说国语，都会广东中华语。我叫 Alan， 我来到 Saramonte Subaru 已经有4年的时间，我可以讲国语和英文都可以。Hello， 我名系叫做 Will， 我就做喺呢度7年啦，我识讲广东话同埋识台山话。Hello， 我名系 Brian， 我做喺度做4年，我讲广东话讲英文又得。Thank you。这里还有收车服务，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咨询。如果想了解有关汽车方面的促销信息，可以参看大纪元的汽车板块。我们今天的生活向导节目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